的灯会在拱拱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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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玩偶，新春的气氛已经相当足了，一直在放这个过年的歌。戴上这个帽子，我感觉还挺好看的。你看好看吗？戴上洋气了一点点，有没有？贝雷帽，哎，这个不好看。这个不好看，俗气了。俗气了。嗯。哎，这个好看、啊、这个跟呆瓜似的，哪好看了、啊、这个显得脸特别小，是不是？但这是尖尖的呆瓜。大鹅鹅鹅鹅，到时候搬新家以后我就要买好多玩偶。阿乌条条，是条条阿乌吗？不是。你喜欢这种玩偶吗？你喜欢我就喜欢。再去优衣库看看衣服去。走着，正好在前面。好。出来以后心情有没有好变好？嗯，出来了。可爱的萌娃。来看一看优衣库的衣服，优衣库就得搭配好。羽绒马甲199，199便宜吗？还行，不贵。啊，还可以。啊，这好像。外面的199。里边男士的99，一模一样，就是颜色不太一样。这女装吗？马甲也是99。啊，去吧，我在外面等你，你转过来。不好看。嗯，出去刚逛街回来，我们逛了一圈，说打算买件衣服吧，逛了好几家店，没有一个合适的，最后啥也没买，空手回来了。而且感觉现在都逛不动了，从出去到回来可能也不到3个小时吧。逛街逛的我说走也走不动了，还腰疼。哎，我不知道是没恢复好还是没有逛街的动力，就是逛不动，不跟以前似的，我逛一天都不带累的。而且我还穿的是平底鞋。不过出去玩一玩看一看心情也会好一些，刚出去的时候感觉哎呀就是很稀奇，然后又很开心又很兴奋，等着下周再出去逛一逛，因为过年衣服还没买呢，还得买一些年货啥的。